전부 이렇게 다 넣어. 어. 여기. 어. 저도 보내야 될까봐. 哦，这个玻璃啊，有水源在，对，哦，哎，看起来就在建筑草坡这边呢、啊。对对对，这也是很重要的水源呐、啊。哦，活水，对，活水，重点是活水。哦，所以这是救命水。那个水源真的蛮奇特的哈、哦，对，就从山坡浮流这样流出来，它这个水量不大，但是不会干掉，不会干掉。十二月份照样那一滩水还是有。哦，我们从大南山营地过来啊，就在这个建筑坡。啊，这边有个地方，它就从底下这样慢慢渗出来，这样流过来。哦，哎，不错呢，流呢。对，哦，冰冰的，冰冰冰哦。如果大热天，哦，这洗把脸不错。对啊，缺水的行程就有这个水就很棒了。这个水我们简称为救命水，是因为在大南山营地跟奇境这个中间，如果紧急扎营的话，这个水是非常干净的，可以信任的，这个水可以吃的。因为什么可以说？它是救命水，它青苔都长从青苔，所以这个是非常干净的水。哦，长青苔，它一年四季都是很畅通的，都会这样进出。哇，是呀，有没有要装水的？有有有，蓝教授来装水吧。有有有，装水清楚。对，这个都不会干哦，蛮神奇的。这个点要把它记起来，这边会有一个救命水。对，供水，供水山这边。哎，看一下，哇，很清澈呢。来来，太阳照一下。对。哦，麦哥，你喝看看，真的哈、哦，对，给阳光这样照，你一口我一口，我们都是小两口，我们都是小两口，还没有要装的，快点装哦，要要，好，这个水源蛮珍贵的了哈，就在路上，所以一定会经过，注意一下，就在这个山坡边。这个没有注意到的话，过去就没有水，就要到下一个营地，下一个营地又没有注意到挖完了，就要到林道那边了。好，这里的救命水。台湾是山清水碧的美丽宝岛，但是高山上，特别是森林界限之上，水源涵养不易。登山纵走，饮水的取得是行程规划中必须考虑的重要环节。比如昨晚夜宿的大南山西安营地就经常断水，跋涉长途的山友一夜无水，供水营地附近这一脉清泉就真的是救命水了。大队人马在水源旁打开行动粮吃午餐，水源就在旁边，连干粮都吃得津津有味。向导大光递水给麦哥的时候，麦哥有点迟疑，后来也跟喝，搭配着山景，想着从主峰安步下翠池，截风沐雨一路走来，心中万千感慨，更加放开肚子，无限畅饮。没想到夜里竟然肠胃不适，看来不能铁齿。即使中央山脉大纵走，什么奇奇怪怪的水都喝过，煮沸这道手续还是不能省。水足饭饱，还是得起身迎向挑战。我们刚刚经过供水营地，绕道过来，转个弯，哇，看到一座非常高耸雄伟的山矗立在前面了。这就是在雪山西人非常有名的头鹰山哦。从这个角度去看，是一个锥形的三角锥形的山峰，非常的高耸，海拔有3510公尺啊。那现在溪谷的云雾慢慢涌上来了。那在头鹰山的左侧，在过去就是奇骏。那我们今天行程就是要越过头鹰山，然后过奇骏那边下去，再找地方扎营。所以这路看起来好像还蛮遥远的。头鹰山上面的视野应该会很棒，希望天气能够持续的保持这么好。头鹰山据说是某个角度仰望，山顶岩石像一只鹰嘴，因此得名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头鹰山不愧九峨之一，山势卓尔不群。但是距离遥远不说，一路上建筑密布，向导一路都在预告的打脸行程，毕竟躲不过。虽然天气晴朗，钻建筑轻松不少，但队伍里对打脸这件事在意的人还真不少。现在进入森林，进入浓密的建筑林，这里就没有国家，所以路比较窄，建筑浓密，钻行比较困难。还好今天阳光，所以建筑是干的。这样子擦身而过，还好。我是湿的话，哇，那就全身湿透了。
kumu tupai, tukan tangai. Kalau mau tupai matang pas, kalau mau nak guys, kalau susun itu tupai ya. 小时候都是建筑啊，都打在脸上啊，靠脸吃饭的。这段就没有开路了哈。对对对，都是建筑啊，打到脸了。哇，不对，那当然就用力的走吧。有吗，阿庆？哎，像我们一般队伍啊，早上都经过这里，都会湿了，因为。 湿气重啊，都会湿啊。全身都会湿掉。对对，一定会的。啊，过了这一段，在前面就会慢慢干，上头晕就会干了。哦。啊，下到林道的话都是干的了。天气好的话了。哦。啊，如果天气不好，那就是湿到林道了。这边建筑比较密，道路就比较窄。对对对对，看起来比较窄。如果这个有坎的话，这个步道也是蛮宽的。哇，果然是非常密的建筑啊，而且这个步道。 像白固大山的建筑林步道，跟前面的不要跟太紧哦，重温旧梦哦。对，有点像那个走那个大众走一样啊。走雪山西南右转过来走的嘛。有逆走跟顺走，如果逆走的话比较辛苦啊，一路陡上啊。真的哈、哦。对。顺走的话，顺走是先上到雪山主峰，然后几乎是下坡的，上下比较。 坡都没那么大，那你有没有逆走过？有，后来好久以前的故事抽筋了。好，走起来！好，把新人先铺木啊。哎呦，雪山西人的建筑里是非常有名的哦，那尤其过了大南山营地之后啊，因为比较没有在修这个路了，所以它的建筑是很密的。 比我们这里去白姑还要密，那白姑的是比较高大，那感觉在隧道里面。那这边的建筑它的高度哦，就是会刚好在头这边，所以你头会一直去打到那建筑。所以下雨天的话，哇，走起来就是非常辛苦。那现在没有下雨，趁着好天气，我们赶快通过这一段建筑密林啊。好，继续钻，没有下雨走起来都 OK。哦，这个路有人修哎。 哦，有倒木啊！倒木啊！哦，倒木啊！哎，哇，在建筑里遇到倒木了，很讨厌，很讨厌啊！倒木，哇，哇，不要，哇靠！哎呀，我们不拉吗？我们不拉吗？你先开门。 那怎么过？要爬车。好，那就小心一点了。哎，哎，把骨拉扒开。对的了。哎呀，哦，是吗？也是铁山。嗯，也是铁山的倒木。铁山，要推上去。这倒木就是要训练我们这个腰啊。腰咬的。腰啊，咬咬咬啊！哎，这，哎，哎呀，哎，呀，这，哎，后面的小心了。这腰这个时候难道不能用了吗？ 终于过了，过关了。乌马斯这么高大，不好蹲啊！小心啊！哦，看到我吃力的样子啊！要很有腰力哦。哎呦，还好腰力，还可以啊。哎，乌马斯已经过了，这是小闹。哦，小闹。 不好走哈、哦，对，这个爬，这个爬过了还要再倒数啊。林麦哥，换你喽。哇，这个对大背包来讲真的是不好钻，尤其是向导他们那个庞然大物啊，哇，真的是不好过。我们的背包小多了。OK， 这对他们讲是比较难。那这一路哦，建筑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密。 建筑林里面又有倒木，走起来就比较辛苦。唯一的好处就是因为阳光普照，建筑是干的。哎呀，那么不好爬，小心啊！小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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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哇，终于过了。卡住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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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卡住了。我们的向导不但体力好，一个个有型有款，妙语如珠，走在大街上还好，上了山，粉丝遍布台湾五大山脉，百岳千峰，不得不多注意形象。别看他们背包背得重，里头私人物品不少，换洗衣物、鞋袜配件、保养用品，简直随身背着一个专属的美容沙龙。才在说攀登雪山西棱的山友不多，逆走更少，接下来几天还真的遇见逆行雪山西棱的粉丝，所以随时随地保持最佳状态已经成了向导的信条。难怪遇见打脸的建竹林、猎人、阿青、吴马斯几位常上镜头的向导特别敏感，靠脸吃饭不完全是说着玩的。向导里的耍宝新秀大光造型突出，据说背包里阿凡达色的透肤内搭裤就有好几条，不担心跨倒木钻建筑被石块树枝给勾破。他们为粉丝付出的心血，相信 MIT 台湾志的观众都感受得到，请大家持续支持，他们一定会在台湾山岳持续散放明星光彩。